Gigi 姐黄淑仪呢日出席记者会，宣布再开拍飲食节目。之前就有传闻指佢同 TVB 因为仔仔嘅合约而闹得好唔愉快，今次再合作，唔通系有贵人穿针引线？应该因为乐小姐同我倾咧，就系话将我哋成个团队咧系移师过嚟邵氏嘅，咁所以咧变咗即系大家开会决定啦吓，咁就即系签咗邵氏。Gigi 姐煮嘢食咧就大家都知噶啦，原来佢拍剧嗰阵都会特登煮送翻片场，等大家拍得投入啲噶。系因为如果尤其是即系我哋有好多家庭嘅剧啦。就必即係嗰場戲係全家人要食飯嗰啲咁樣咧，咁好多時咧就你可以睇得出啲演員咧就係你夾俾我，我夾俾你，大家都唔擺落個口度食嘅。咁但係咧我就會整一兩碟係真係我整翻嚟，大家都可以食嘅，咁樣先至即係會投入啲個戲咁解咯。咁反正如果係時間配合得到允許嘅話咧，我都會煮翻嚟俾大家食嘅。以往都是这样的，不过就没有这个剧煮得那么多咯。以往那些呢就最多是说这一碟是我煮的，你就夹这一碟好了，第二碟不好夹。但是呢就这个剧呢我就有时煮几个送一起，所以呢就变得多了一些。